¿Qué?大家好，这是海派武将，两毫米绑筋儿，皮头是长35，宽08，厚度是1.2。就是看一下后手，后手捏钢珠，拇指和食指捏钢珠，主要是在拇指稍微比食指探出一块，在撒放的过程中，后手是一点一点的滑出去的，钢珠就是。不是撒放，是一点点滑出去的。前手手型只要搭在拇指上就行，看到角度呢？角度是这种角度，15度小角和20度小角。你贴太近容易打在关节上，你太远，皮筋与拇指太远的时候容易打指甲上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子啊，这崩啊，吓人！看一下子啊，近距离，近距离演示一下子啊。前手不用特意甩手，我为了是更让那个海派这个威力更大一些，我前手甩手，但是不是大甩，是微甩。看看这角度啊，后手划个戳珠子，看吗？后手划钢珠，新手一定要记住啊，新手一定要记住。要戴上护指，不戴护指行吗？因为你前后手不协调行吗？就容易打在指甲上或者打在关节上。练了吗，兄弟们？